爸爸车里面能够很轻松的使用的啊，练练复合弓啊，咱们这正品的一个恶棍啊，记住了老铁们啊，正品恶棍是挂悬浮球挂 logo 的恶棍两个字啊，老铁们啊，车里边能够轻松的打开啊。刚才那气球在什么位置呢？来给老铁们看看距离啊。距离啊。